伊娃，能听到吗？你在吗？我在 Rachel， 你还好吗？还行，可以走了。好的，你面前应该有个绿色按钮，准备好下降了就按下它。所有系统就绪，启动吧，我会让你下潜到深海。现在检查一下你的手电筒，按一下你右手的扳机键。很好，看来手电能用，我们继续前进吗？没问题，抓紧时间。好，接下来你将进入一个完全未知的地热海洋地形，这样的点位在光生化过程中独一无二。 Rachel， 这可能是我们发现全新发光物种的最后机会了。希望顺利，我可不想在海上待三个月，结果带回去一堆垃圾。没人跟你说过要活在当下，知足常乐的吗？也不知道是谁总告诉我要突破极限，超越自我来着。录个搜索日志。南大洋，站点32，潜入深度165，目标深度850米。这里是探险队长伊娃·泰斯耶教授，定位阿基米德号，值班的潜水员是 Rachel Powers。搜索开始。你的潜水服显示温度上升，我们接近了。让我们好好逛逛海底。现在速度减慢。就在那儿，有个洞穴入口。那我断开传送带了。我还以为你不会问。这是你的手动推进器，我会为你标出航线。现在扣动左手扳机，检查下推进器。总算自由了。潜水服的传感器会保护你不被撞伤。哇，一条字体发光的鼠尾鱼，以前从没见过。对，它们不是物理性发光，这一定是个全新的亚种。总算有了些运气。我愿称之为坚持不懈的成果。我说，咱们能叫它 Rachel 的鼠尾鞭吗？不了吧，还不如叫肯菲诺蒂斯勒普托斯费呢。啊，什么鬼？他为什么要撞我？不懂，但它朝里面去了，这就是热量的来路。但是热源在哪里？人生啊，就是如此。咱们跟着它。好样的，扫描入口。你将成为进入这个洞穴的第一人了，激动吗？用劳伦希尔的话来说，准备好了没？我来了。默契100分，但这是我的主场，音乐该我选。如果你再让我听自由爵士，我就割腕。你听到那声音了吗？听起来就像你叫我起床是我的哼唧。大概是地热喷口在炫耀他们的力量。好了 Rachel， 我拿到你的生命体征数据和实时录像了，我能见你所见，感你所感。哦，连植物都在闪闪发光。看来我们偶遇了大型生物发光现场。好事接二连三嘛。没错，所以这一定是我们之前采集的荧光素的来源。你没跟我说你取过样本。我不想毫无准备就把你放进去。不是，为啥不早说？我以为我们已经沟通得很充分了。
饶了我吧，该告诉你的我已经都说了。前面要变窄了，调整下路线。别吓着他们，我们毕竟是客人，尽量少用手电筒。一条是尾鱼，好好笑，这家伙注意到我了，胆子怪大的，看看他去哪儿了。他是不是刚穿过了那条发光的海藻？是的，又一条过去了，让我们看看。是不是跟水草说话了？哼，海藻像是感觉到光，就把路让开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就是最先目睹植物和鱼交流的人了。去拿海藻标本吧，用你的左手采下一株，我为你打开样品端口。打开真空收集器。我去，水草粘在我手上了，它在缠我的手。这不可能吧？你把抽吸器打开。抽吸器坏了。那你别把海藻弄丢了。我懂，它缠得很快，一出水面我就把它取下来。好，好，很好。在你右手边有个出口。我看看。这太野了，看着像深海暴风雪。这种烟是由热液喷口喷出的燃烧的硫化物形成的。好，那我保持距离。你看到前面闪光的岩石了吗？往那儿走，那个山洞应该能掩护你。好吧，我走走看。这里路变崎岖了，坚持下，你能行。好的，快了，干得漂亮。这一点毋庸置疑啊。那些巨型植物是什么？那是巨型管虫，它们不是植物，是大虫子，但它们通常也不发光。有点恶心，但我喜欢。保持推进器的火力。我被困住了。嘿，是蓝色牧师。管虫怕他们的光。没错。没想到等足类动物也进化出了跨物种的光交流。让我们试试，给你的手电筒加点能量。我觉得我可以用光清出一条路来。哇，干得漂亮。我们走。看看这些发光的生物体，这些物种甚至都不知光化学为何物。
所以这是个全新的生物发光生态系统。至少对我们来说没见过。这是个值得回去分享的结果，不是吗？ Rachel， 你的心率在飙升，血压也变高了。我猜是紧张的吧。但我感觉不太好。水草把我缠得更紧了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有个巨怪在远处游过，像是鲸鱼之类的。鲸鱼不可能进入洞穴，你被你的大脑欺骗了，需要紧急启动撤离程序吗？不，我得搞清楚这下面发生了什么。你已经拿到样了，也许你该回去了，原路返回。我要往前看看。行吧，随你。我看看，目前的地图显示你的前方某处有个出口，但是万一你需要帮助，我得先穿好衣服出去和你会合。我会把你的感应器连接到我的控制板上。有只银鲛，但它们通常是孤独的潜行者，也不会这么亮。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出游，真不可思议。很棒，但我该往哪儿去？好吧，温度读数表明，通道应该在那些鱼头攒动的地方。让开！奇怪，他们不让我过去。他们的一生通常都在黑暗中度过，你用手电筒照他们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我看到你左手上的压力指数激增，怎么回事？这该死的植物想掐死我。怎么知道他们会对你手上的海藻有反应？我不知道，大概是直觉，这很难解释，但是光指引了我。我尽快把你弄上来，这样我们就能在样本还活着的时候分析它了。那我呢？也还活着吗？Rachel， 拜托。是个死胡同，你不是说有出口吗？你的潜水服能感应周围，这些鱼一定沿着某条路。伊娃，把我弄出去！冷静一下 ，Rachel。别叫我保持冷静！我，天哪！我的妈呀！是什么呀？海底地震吧。我看到有东西在抓我，别骗我了，告诉我那是什么。我先别管了，我们还是集中注意力带你回地面上吧。我下水了，我来接你。有东西靠近了。我的手，疼死我了。有东西在渗出。那不可能，你的潜水服是无法穿透的。等等，那
是长翅膀的尖牙鱼吗？海藻从它的两侧长出来，就像新的鳍。这也许是某种共生关系，就好像多个物种融合成了一个。该死的，就这么发生了。什么？伊娃，发生了什么？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不是新物种，是有东西在它们体内，让它们发光。小到足以穿透潜水服，直径不到一微米的一种微型寄生虫。寄生虫？你是说我被某种该死的光寄生虫感染了？我是说这太惊人了，带菌生物可以传染给人类。别搞得你好像很喜欢这事儿一样。我佩服它的独创性。你看这条尖牙鱼，牙那么大，鳍却很小，虚弱又笨拙。但寄生虫将它与海藻结合在一起，创造出一种威严的生物，缩短进化本身。我梦寐以求，没想到能亲眼得见。等等，你知道这个寄生虫？难道你派我来是为了感染吗？每个伟大的发现都需要一个先行者。 Rachel， 我你是首个感染者，你得把它带回来。所以你才想让我回去是不是？你早知道我被感染了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知道鱼群要去哪里，我要跟着他们。集中注意力 Rachel， 我再靠近你了。现在我可以和他们对话了。Rachel! Rachel!
午把我甩了，你是对的，我想回到你身边。队长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要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发现呢。你骗了我，我曾经如此信任你。成熟点 Rachel， 现在有事比我们自己更重要，我去找你。别过来 Eva， 我觉得温暖，作为这里的一部分，我应该和他们在一起。你已经神志不清了。我要把潜水服脱了，把头盔摘了。几点的？别脱！感觉好极了。我准备好了。Thank you.